这一篇的话叫流行学习，那它的目标的话，它在整篇在讲的话，主要在流行上面，它整篇的应用是这样子的，它会 create 出一些 2D 的点，那它其实跟上一张 PCA 是蛮有关联性的，那它会 create 出一些 2D 的点，例如它现在就 create 出因为它其实对它有些 plot 就画图的那些工具，像这个 make hollow create 出这个，我就直接带过好，就是像它就 create 出一个 make hollow，就是产生一个 2D 的 hollow 的点，那这是很多的二维的点，大概1000个吧，对，好，1000个这样子的 2D 的点，然后是有颜色的。那整篇的目的呢，就是说，整篇的目的在流行上面，他也是想要做降维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点呢、啊，它在整篇里面就是会把它拉到三维去。那拉到三维去的话，它用了它这些流行的工具，然后就拉到三维去。但是拉到三维去会做一些扭曲，还是一些变形这样子，然后或者是放大、缩小跟旋转。那它整篇的目的就是，我如果在做这些线性跟非线性的转换，你会发现结论就是，流行的方法的话，可以在原本的资料如果被映射到高维去的时候，那它其实是可以透过流行的方法去想办法降维的时候，去把你做的那些非线性的转换，你如果那些资料是在高维里面是非线性，已经被非线性处理过了的话，那它其实是有机会在降维以后回到原来的原来二维的。原来低维的时候，它原本资料的样子，这样子，那就是说，它里面提了几个方法，一个比较经典的是叫做 MDS 的方法。那它首先先对这个 Hello 2D 的点1000个点先做一个旋转跟位移，对，旋转跟位移。那旋转跟位移完以后，它就会发现，你就会发现旋转跟位移完以后，然后这应该是距离MDS 会需要 MDS 这个做法的话，它这些所有的点啊，它会建立一个 distance matrix，就是距离矩阵。距离矩阵，也就是说每一个点，这1000个点会有一个1000×1000的矩阵产生。那每一个点跟其他几个点的 3D 的 2D 点的距离，对，是 2D 吧？对，2D 点的。二 D 点的欧式距离就会被计算出来，存在这个 n 乘 n 维的矩阵里面。对，那这边就是把那个 n 乘 n 维的矩阵表示出来，自己跟自己当然是距离是最低的这样子。那跟比较远的，对，然后有些点它可能有排序过了，旁边就是这边就是会有比较远的点这样子。然后我看一下 NDS。好，那它结论就是，我看一下，然后，对，然后带 MDS，你只要把这个距离矩阵带进去 NDS 里面，然后你把它降到二维，它其实本来就是一个二维的啦，但是因为我们看都是用你就是。它就是你要建一个距离矩阵，所有资料跟资料之间的 n 乘 n 的距离矩阵，然后你带进去，然后随意的说你要降，你要升，你要到等一下我讲一下它原理啊，对啊，那它你要做升维还是降维这样子，对，那它就是你反还它是二维，但是它还是降二维，对，那它降二维就是经过这演算法去运算，产生一个新的资料去投降，去改变原本资料形成二维以后，对，那你会看到。出来以后还是，虽然说那个位置好像不太一样，但是其实你还是看得出来，它是一个平面的 Hello，也就是说点跟点的距离啊，其实没有自己跟自己的点的内部的关系啊，并没有受到改变，因为它是一个你带进去是一个距离矩阵，它存的是我现在这个点跟另外一个点，跟所有的点之间的相对距离，对，所以相对距离之间是没有改变的这样子。哎，我看一下。这里还写了些什么？
哎，哦。哦，这边啊，他做了一件事情啊，这边他做了什么事情？这边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把刚刚他做一个前处理啊，他先把一个前处理把哦把哦这边我先讲完，这边他做一个前处理，他现在又要产生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他要产生一个乱，他要想办法把他二 D 的点啊映射到三维去啊，所以他想办法，他这个底面就是在做映射到三维去，他就是说像那个。像 PCA 一样的做法，它产生一个 random 的 C 一个矩阵 n 乘三乘三的矩阵，那做乘上三乘三矩阵跟它的 transpose 相乘，然后取做 eigen value，对，做 eigen value，然后其实对做 eigen value 再乘上原本的 x，这就是 PCA 的做法，对啊，乘上 x，对啊，对，就是他用 PCA 的做法，x 乘上你的 eigen vector，然后把它映射到三维去啊。他这边只是做一个，把它对啊，把它投影到三维去。他要做实验，对，所以他把它，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画出来，他把刚刚的 2D 的点都投到三维去，这样子。他其实还是因为 PCA 都是线性映射，线性的，所以他其实还出来没有改变太多。对，那我现在讲一下说，讲一下说，NDS 是贯穿这整个里面的一个那个。那 NDS 的话，就是说它 NDS 的做法到底是什么？它就是说它的做法就是我会替我现在的资料去每一个点去建立一个 distance matrix，就是我现在的点跟每一个点之间的 3D 距离，的欧式距离。所以它其实是根据现在的三维的，现在每个点的现在的 3D 的距离这样子。去做，那它其实是根据一个事实在做，就是说，我现在有一个 distance matrix，这就叫 B，那我就叫 B，那这个 distance matrix 啊，如果是对称而且正定的话，它这是线性代数一个基本定理，那它就会被分解成为两个矩阵 x 乘上 x transpose，那在这篇里面 NDS 就会把它分出来的这两个矩阵啊里面的 x。拿过来当做我投影的矩阵，这样子，所以它的概念跟 PCA 很像。对，它 PCA 也是做对角化分解以后，我取 eigen value 的最大的前几项，然后我就可以任意的控制说我要投，我最后是投影到哪一个维度去。对，那这个它做法也是一样。对，那只是比较特别的是说，这个 distance matrix 的话，它，这个，distance matrix distance matrix 在这里啊，distance matrix 在这里。那这个 B 的话也是 distance matrix 啊，它是被处理过以后的 distance matrix，它乘上一个 C 跟 C，乘上左边的 C，右边乘 C 的一个矩阵。那它这个 C 的话是 identity matrix 减掉 n 分之一的全部都是一的 n 乘 n 全部都是一的矩阵。那为什么要乘这个呢？这个有点像那个之前那个拉普拉斯矩阵一样，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什么拉普拉斯矩阵？很常情况下是我们要把这种矩阵，要把这种矩阵利用它的一些数学的特性啊，对吧？因为它可能有一些数学的特性，所以我们做一些处理以后，接下来会利用它一些数学特性。在这里我看来，他想利用的数学特性很可能是正半径这个数学特性，我猜的，我没有看啊，对，因为你 distance matrix 是对称矩阵没有错，但不保证它是正定，不是正定的话，如果它不是正定，你就没有办法分出 x 乘 s prime，一定要是正定，啊，所以它很可能是利用这样乘过去以后形成一个 B 的 distance matrix 的矩阵这样子，对，我猜的啦，然后最后，当最后就很简单，这 distance matrix 就像我刚刚说，你就做 eigen value 的分解，因为如果它是正定，然后它就分解出来，那它其实就可以形成一个 eigen vector，乘上 eigen vector transpose 和 eigen value。对，那 eigen value 的话就是二分之一，就是这个相乘，然后可以切一半啊。那其实我就是要左边这个 x，所以就是 eigen value 乘上 eigen vector 的根号这样子。对，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就是投
那这边的维度呢 ，eigenvalue 维度你可以取最大的前几个，所以就是就跟降维其实很像这样子，所以它等于就是说我用 PCA 是用 covariance matrix 去做 eigenvalue 的分解，但是这里是用 distance matrix， 即 distance n 乘 n 的 distance matrix 去做那个 eigenvalue 的分解，对，嗯。然后去做降维这件事，对，那他的做法，好，对，那，对，那其实你可以看到他其实用这种做法 ，eigenvalue 这样的做法，就是都是线性的，所以他其实只能处理资料跟资料，资料跟资料如果他们一起做了一些线性的转换，那在这里做像这样的 eigenvalue 的分解，然后再降维这样子回来的话，其实是有用的啦，对，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实验，就是我把这些 2D 的点啊映射回 3D 去这样子，然后映射到 3D 去，然后再开始做 NDS。就跟我说 NDS， 但是他 NDS 把它降到二维去，对，所以对他就把资料降回二维，结果就是照刚刚那个演算法，然后就把它降到二维去，对，然后产生了新的二维的资料，对，对，到二维去的资料，所以每一个点就会回到二维的资料，然后再把它画出来，就会发现虽然的方向上面都不太对，但是它的 input 毕竟是怎么有 input？ 有 input 在这，对 ，input 毕竟是 distance matrix 嘛，所以他这样的他的做法是做出来做法会保留住每一个点之间的的那种最大关联性这样子，对，那这边就会讲说了，讲说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PCA 的话，所以他就做就。他就里面最常提到流行的问题，当然就是不是在讲这种线性，就是说它的优点就是说它可以做非线性。那我们基本上呢，再来一次，就把刚刚的 X 的2D 的点的坐标，对，这个有空可以自己看，我这应该是 X 曲线的那个的方程式这样子，把它变成一个 S， 在三变成一个三维里面的 S 曲线，对，所以你刚刚可以看到。这个 HELLO 就变成它的点就被划到三维去，因为它多对吧、啊？它多还多给它一个力点，对，这方程式我没有看很懂啊，对吧、啊？但应该是 X 曲线的那个物理方程吧，对吧、啊？对，然后就乘上这个，就把 X 点映射到，又把它产生一个假资料，产生到三维去。那产生到三维以后，对，就是 S 曲线。那他想要做什么？他就是想要，如果今天在三维里面有个扭曲成 S 的资料，但是我其实想把它降维以后变回，我降维以后想要变，它真正我们想要的绝对不是右边的这个 S 曲线。也就是说，你用 PCA 或者是用 MDS 啊做降维啊，做降维以后，你一定就相当于你把它投影到某一个维度去，所以你差不多你可以得到的资料应该就是像这样子的，印到某一个维度去，对，你可以看到的资料是这样子，但这不是我们要的，我们要的处理完以后是长这个样子的，对，对，所以说，我看，哦，对你用 NDS 以后也顶多出来像这样子的东西，对 ，NDS 其实它原理真的。就很其实就很接近像 PCA 啊，对，那所以要怎么办？他就说他提出来一个叫，有一个方法叫 LLE。那 LLE 是做什么呢？它 LLE 的话，它的做法呢，就是说，看一下，哦，为什么 NDS 不行呢？因为它降维以它讲它其实是它用距离矩阵，那个这个距离矩阵存了什么，这个距离矩阵存的东西就像是现在这个样子而已，就像是存的东西就像现在这样子的
的图形一样，它每一个点跟所有点之间的关联性，就是这条线都被建都在这个都在这个距离矩阵，然后它产生出来降维以后产生出来的那个新的点，也希望它保留住这个 distance match 的特性。对，所以你用 distance match 去做，它就是保留住所有点之间的关联性，然后你把它降维以后，它就是希望也保留住这些点所有的关联性，所以投出来会像是这样子，也就是在以这样子的方式的话，可能是真的是最接近它每一个点要跟所有点之间的关 keep 住所有 distance 的关联性是一样的。但他认为说，如果你真的想要你要看的东西是这个曲面，要看的东西其实要 output 出来这个曲面的 HELLO， 沿着这个曲面把它 output 出来，把它印出来。那你可能可以试着带入的 distance， 你可能需要的方法不是像那个的方法的，你啊，那 LLE 的方法是像这样子的，是像这样子的方式。对，嘿，它的 LLE 的方式呢，它就是它会先建，LLE 的方式呢会先会为所跟它这边要跟所有的点建 distance matrix 不一样。LLE 的方式的话，会要先跟邻近的点建关系，所以它就会先跑一个 KNN 的演算法的，KNN 对。KNN 的演算法这样子，先去每一个点会去找到 K 个对它最近的 neighborhood， 然后存下它的关系这样子，对。那它的演算法是怎么样子呢？那 LLE 的演算法是说，我先用 KNN 的方式先把建出 distance matrix， 但我不是要用这个 distance matrix 做什么事情，对，我先建一个 distance matrix， 那这个 distance matrix 就是。应该说是 relation matrix 啦，那建立出来我跟哪几个点是最接近，那要 k 个点多大啦，那些是由你自己去控制的 case by case 这样。那我要解的问题就是说，我要解的问题从头到尾，我要解的问题就是说，我现在有 k 有些点，我要去找出每一个点啊，我要去求出每一个点它的权重是多少，也就是说我现在这个点跟我周围的这 k 个点，每个点都有它周围 k 个点，那我会连起来，那我跟这 k 个点啊，他们中间一定有一个权重的关系，每一个人的权重都不太一样，就是说，对，那这个些权重加起来要 normalize 一，对，所以就是说，对，我周围可能有八个邻居，那这八个邻居对我的重要性每个不一样，那通常是相似性越高的，当然就重要性越高，是吧？对啊，不一定，也可能看你怎么设计啊，对啊，但你想要什么样的结果？对，那先求出一个权重的矩阵，也就是每一个点啊，用一个最佳化式子，那去求出每一个点的权重的矩阵的之后，我们再利用这个权重矩阵呢，去求出一个新的 y 的值，那这个 y 的值啊，新的投影点的值，那这个点可以是二维这样子，那搭配了这个权重矩阵，这个点搭。跟这个权重矩阵相乘以后，减掉所产生出来的，应该说你产生出来的，你要产生出一批新的二维的点，这些二维的点啊，每一个点都有它原本的邻居，那这些邻居它的乘上这个权重以后，跟你自己的点呢，跟每一个自己的点呢的相似度要是最小，就是说要符合用一样的权重。带到新泥球出又产生出来的点一样是 minimize 最小这样子，这样，所以他先求一个权重矩阵，是每个点之间的 neighborhood 关系，再利用这个权重矩阵求出一批新的2D 你自己的点这样子，然后最佳化要是最小这样，那这个 LLE 的方法呢，就等一下哦。对 LLE 的方法，它没有描述太多。应该没有人有问题。我看一下他写了些什么。他说。
说哦 ，L L E 的方法呢出来的话会有一点歪歪，虽然有点歪歪的，但是也是产生出来的新的二维的点，也是有保留住它原本的这样子的关系，这样子，对，嗯，所以，对，所以它的式子是，哦 ，eigen value， 就是这里是说，你解这个式子啊，不一定会是用那个 gradient descent 那些方法，因为这是 ax， 这是 ax 等于 a 的问题啊，也可以是那个用 eigen 的方式去求出来，对，也有可能你也可以选你要的 eigen value 的那个的 solver， 那反正你就降二维，那 neighborhood 选100个点这样子，就是对，你可以选 knn 每个点是100个这样，怎么选是会决定效果，对，那对，他就说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就是接下来他就进入了说，他就是说，那接下他就说跟 PCA 比，这边是跟 PCA 的比较，他说流行的方法呢，就是在实际上面其实过于讲究。就是对，很讲过于讲究，实用性可能没有那么高。对，那比起 PCA 来说，就是一个没有一个好的，就是 PCA 的话，好像可以处理缺失的资料。对，那流行的话，其实很容易受到杂讯的影响。对，比较难处理杂讯这样子。PCA 的话可以保留主成分。对，所以可能对杂讯的影响不大。对，那。用流行刚说的 NDSLLE 的方式，应该说 LLE 的方法呢，很明显你临近的点要选多少是要自己选，对，那 PCA 就没有这一层的烦恼。然后最后你要输出到哪一个维度呢，也很难决定，对，你也不知道你要输入到哪一个维度才是正确的维度。但是 PCA 的话，因为 PCA 好像有一个PCA 有一个做完 PCA 了以后有一个变数，然后这个变数就叫做可解释变量的比例，也就是说使用多少可以保留到九成啊，你就是你 eigen value 选多少个，选九成的最大 eigen value 可以保留住百分之多少的变异量这样子，对，所以像这样的方式，我就可以知道我要选多少来eigen value， 然后才就可以保留住我整体的最大的差异性，最大的 feature 这样，所以说，好，对，然后，对，他就是在讲这样的事情，哦，好，哦，对，还有这个，他说流行方法对于 PCA 来说唯一明确的优点就是它有能力去保留资料中的非线性的关系，像这样子那个被扭曲成那个瑞士卷或是 S 曲线这样子，它都有办法有办法去做到还原，这样子降维以后还原。所以他说对于玩具等级的问题，就是像 S 曲线那些问题 ，LLE 的话表现的是还不错啦。但是对真实的更高维度的问题来说 ，LLE 通常会产生不好的结果。对，那他说，比起来 LLE 的话，那个 ISO map 在真实的 ISO map。对，这个对 ISO map 的话 ，ISO map 这个演算法呢，反而在真实世界里面比较高维度的资料来说，它比较容易产生比较有意义的结，比较产生比较好的结果，对啊，那这个对，那对于更高度群聚的资料的话，它这个东西可以运作的很好，但是速度很慢。但这个我还没有看，对啊，所以它里面也没有提到任何
有关这个应用。不过看起来好像效果会不错。那 ISO mapping 的话，下面的话都会开始介绍 ISO mapping。那书本并没有介绍。那 ISO mapping 是做什么 ？ISO map 是做什么呢 ？ISO map 的话，它是 NDS 的修改版。那同时间它又很像 LLE， 对，有一点他们的综合这样子。它到底是做什么呢 ？NDS， 它 ISO map 的话，它也是一样。第一个，我有一大堆的。我有那个3D 三维的资料，那我第一个一样是先建它的 relationship， 我用 KNN 去建它的 relationship， 左边这边是 NDS 嘛，右边是 LLE 的嘛，你可以看出来他们都有 relay， 这些都是 relationship 这样子。那 LLE 的 relationship 是建 K 个最近的，对，用 K 个最近的。那 ISO map 的话，它也会自己，你要自己设定它，你要几个 K 个最近的。是它的 neighborhood， 所以它会连起来，然后大家就这样子都连起来。但是不一样的事情是，我先建立这些关联性以后，但是我要开始产生一个，我要开始走 NDS 的演算法，也就是说，我一样要产生一个距离矩阵。那我这个距离矩阵，跟 NDS 的距离矩阵不一样。NDS 距离矩阵的话，是我所有的点跟 O 式距离里面所有的点去做，但是他不想要这样子，他比较想要走的是这个曲面的流行，曲面的距离这样，他想要用那个 n 乘 n 的距离矩阵去记载的是这个曲面这个曲面的距离这样子，所以他认为要保持我的 distance metric 要做的事情是这个曲面的记载，所以他的话他用的是像我们资料结构常见的 Dijkstra 的演算法去找说，因为我刚刚已经建立了每个点之间的 neighborhood 的连接关系了，所以他们之间的距离 distance 是多少，我可以用 O 式距离去计算出来。那我接下来就是找说我每一个点跟所有点之间的跟所有点之间的最短距离，对。用 Dijkstra 去 greedy 的方式去跑，我跟所有点最短距离不一样的事情，我跟所有点最短距离不是 O 式距离，而是相邻点的最短，透过相邻点相连的网络里面的最短距离去跑这样子，对，所以我记载也是一样记载出一个 n 乘 n 的那个，所以它 keep 住的资讯是透过这个曲面所留下来的 distance 的那个 distance match 记载是沿曲面的，不是沿 O 式距离的，对，所以它。以这个的方式的话的这个矩阵又跑刚刚的 NDS 的演算法这样子，嗯，然后这样子去分解出一个低维的去降维这样子。那他说这个方式的话，嗯，对，这个方式的话效果很好，不错啦，对，效果起码比那在真实世界中这个效果不错。那所以说他就最后，所以他就 create 出人脸出来了，create 出人脸，2370张的人脸，每一个人脸是2914个 pixel 的人脸，然后去跑画出来是这样子，然后如果你用 PCA 去做分析的话，可以看到这张人脸的话有用九成的 eigen 就可以保留住九成的100%左右的就可以保留、对，就可以保留住近九成的资料变异性这样子。说那然后重点是我们开始用 ISO map 去跑，对，然后用 ISO map 去跑这个人脸的资料，就是对。跑这个人脸的资料，然后这不是把它画出来啊？跑人脸的资料，然后一样，看一下哦。对，跑这个人脸的资料，然后一样是把它从它本来就是二维，但是它还是把它投二维，然后它用的资料一样是原本的数目，但是维度好像降为原来的四分之一，对，
像我就每张照片就计算量的问题降到四分之一去做 ISO map， 所以说最后跑出来哦，就是他最 ISO map 重新又投影，我把这些资料重新又投影把它画出来。那他这个画出来的话，这边是他画的方式啦，就是他画的方式就是因为要显现给大家看，所以他其实尽可能把不能画全部就把一些近的相近的给去掉，所以他一直在记载。他建立了一个 dist， 他建立了一个 fact， 一个衡量的标准，也就是说他会一直记载新进来的点的差异性。对，那如果你新进来的一张照片跟现在跟之前已经修过了的照片的差异性，如果小于某个情况下呢，它就不会画出来。其实这边，所以它其实这边就是一个，对啊，一直把新的你画过的照片记载起来，然后一直做新的照片一直相减，然后减完以后再把它看差异性有没有很大啊，如果很比较大于某个程度，你才可以画这样子。所以简单，这是一个画的方法啦，对，然后就是说他把这个做完 ISO map 以后的资料给画出来，那你就可以发现这些资料，因为其实 ISO map 会先建我刚刚说的 distance 的矩阵，然后所以他们 distance 矩阵的话，就 distance 矩阵如果建出来，其实表示说那些照片啊已经建立出它的关联性，也就是说近的点啊就是跟近的点在一起了，相似的点其实就已经跟相似的点就接近在一起了，因为对啊，对，已经跟接近的点相似在一起，你才把这个距离，这个有已经有关系的这个距离矩阵拿去做 ISO map 的投影这样子，对 ，ISO map 的那个重新的投影这样子，那所以说你投出来新的2D 的照片啊 ，2D 的照片，其实在它的这边。他是说，你可以看到、哦、这个照片与这个照片，他画出来就在，然后把它画出来以后做排序以后，没有排序就直接画出来，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它的颜色啊会从左边比较浅到右边比较深，然后跟这边是看右边，然后这边会慢慢的看向左边，往下会慢慢看向左边，也就是说这没什么，就是说没什么实用啦。但是就是说这个东西可以显示出一些特性，就是说 ISO map 出来的资料是有经过是有会产生关联性的，对，会产生出来的新的投影出来的 2D 的资料是会有关联，是会有一些关联性在里面的，对，有整理过，会有关 relationship 这样，那它可以用来做一些你资料如果要处理前的一些分类要做之前可以做一些分析跟处理这样子，利用这种方法去做分析跟处理，这样子。那他又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其实差不多，对，其实差不多。那他举个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现在改成用手写字源去手写字源，那手写字源去用 ISO map， 一样用 ISO map 去做，然后一样2D 的照片，但还是降到二维，对，那然后。然后这个好像是这个的话是画出他们那些点在 ISO map 里面每一个点之间的关联性，你可以看就是说它的相似性是多少这样子，所以可以看到它的相似性就是点跟点之间的还是蛮密集的，对，就是这些，对、啊、透过那个 distance matrix 你可以看得到那些点的密集性这样子，对，那其实 ISO map neighborhood 设五个建立它的关联性 neighborhood， 然后要重新投到二维去，最后画出来，而且它这个东西呢，它因为资料太多了，所以它只选一，把一的照片拿，它资料里面只选一的照片，而且只用原本的只用四分之一啊，对吧？每四个取一个，那四分之一的一的照片去做 ISO map 的处理，投到新的二维，可以看出来新出来产生的资料，把它画出来以后，也是具有一些关联性这样子，会有相连性的关联性这样子，对，那就是说这边好像往左边斜，然后会慢慢的往右边斜，那上面的话是
是这个一的话有一点出来，有一点勾，但下面的一就是没有，慢慢的没有勾，没有勾，没有勾，没有勾。对，所以资料其实是形成一种相关联性，被聚起来的关联性，这样从投影以后这样子。那对，最后就是说，有什么用呢？其实没什么用，对吧？就是说，但是在分类的之前，你可以利用它做一些分析，这样子。好，讲完了就是这样子。没有，有问题。我想等我们读下一本书 PMI 有读通的话，回过头来看这一本的这一部分，哦，应该感觉会更深。因为这本是比较应用，所以它原理讲的都很少。对，没错，对啊。好，好，那请下一位。哦，谢谢，先谢谢那个志翰。好，没问题。你稍把录影关掉。